老贵啦，一斤的啦，三百了。哎，三百。有人要食猪肉的无？三百公。来，赶紧准备来头用啊，过两天再来。来，三百，人要食哦，头先过来哦。我想手机，三百，人要食黑乌椒猪肉啦。三百呀。啊，最近听我讲哦，恁一个人麻烦搞点是运动的，你食好嘛？小弟啊，你做品牌哦，无算本钱啊。我咧做品牌啊，啊，当然一开始我嘛了足侪钱啊。我做品牌做几廿年啊，恁食好嘛，好吧？我来讲，我一支骨十二，一包五哩，你试食看卖好不好？我来讲一项叫四包啊，我一包卖你75，给你带死啦，吼，给你带死啦，好不好？台湾猪啦，全部二是六个人，叫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三百了，来三百一个，我搁加一包你啦，五包啦，好不好？你食看卖啦，食看卖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吃台湾猪啦，等下啦，我最后搁招一个价钱啦，我600给你啦，你食看卖，你相信我一届啦，来一个，600给你啦，你食看卖，600，我搁300了。来，够有人要吃黑胡椒猪肉吗？三百。猪肉够有人要吃无？来三百哦。他们用炒的做好吃啊，拢唔免搁人面条调味料啊，好不好？再一份啊，再一份啊，两鱼啊，大鱼啊，来这边三百哦。这样就能包一包无啊？来一百啊。麻烦您了，就能包了。谢谢，感谢感谢美女啊，感谢美女，那我再提一包来。啊，我来介绍这第二样好吃啊，对啊。这么多钱？找一七盘点进去哦。干那个？没有了，剩下两包而已，不好意思。你把那个腿子，那个方面那个腿断了，我排到这一块了。啊，这碗够哦。这包叫葱肉馅饼啊！哇，你我给你的面子，我你挂这上面，你只要一条一条挂上，是啊。内底有30粒，是啊。已经有煎的干煎，煎煎的足好吃啊，是啊。好，看卖者，五个左右来听啊，来，这两对有肠啊加猪肉，一包卖300，一包卖500，好不好？来，今仔日要食葱肉馅饼的吼，一人要一包，我唔免300，唔免200，你要几包你来讲好不好？先给钱，用真的报纸装好起来哦，一包了。来一包啊，这样来。要食葱肉馅饼的无？一包哦。来，大鱼。来，一包了。来，超前钱。过来，我一人卖你3块，啊，过来带好食，无食过当退钱哦。退钱啊，讲退钱，唔是你啰嗦啊，你开来我钱也是伊的，我袂你退他的啊。来过两杯葱肉馅饼啊，一包哦。这有啥？一包你食看卖无？一包啊！这间何家香做的嘛，何家香做这个米粉之上啊，足厉害啊，对不对啊？伊的水饺大概认同啊，伊的小笼汤包我记得袂记拢大概好了，记得啦，包有没有？有无？有啊！有啊！来，有个上边啊，来啊，快来带走对吧？恁做两只，这卖都怕什么呀？来，春江了。你搞两杯就这了。红肉鱼，我跟你讲，我炸规身毛毛来准备啊！这当个干煎的好食，拢无是煎，虾米甲煎到色个有无？这边是袂遐厚，你甲料拢倒啊！安尼你煎拢白做一个色，吼、哦，煎好，摕一个猪脚，你咧咬起，规块肉骨单条，规块全部无是，你食一百好啦！这一个餐厅行价嘛200-300，这两块嘛400-500。来，我来讲吼，我招两个人去出手的话，我嘛无啊，好不好？我无互你开500-400-300好。来300。我这块搁送你，这块搁，我嘛无，真正没有了，300块。来，最后一个300，上面写没有。三包。来，后边边。两个。最后这块背章上面无啊，就是块背章空。来80啊。背章没。来，没了，上完上完小鸡有啊，没了，有了有了，没了。来，找你500来嘛。来。来，这碗讲哦，恁来食一下什么物件？你个薯条可以个，我公司上好食薯条，你食。你个啊？鸡腿饭我有吃，你要来啦？加一个鸡腿饭，你记性个无？1000哦。1000啊！千啊！千啊！啊！这你爱落雨，你加咩款？你慢慢，我来讲啊，我算了啦，今天买拢落雨啦。你只要要冲，今天买卖要撞出来啦。要1000好啦，好无？我若讲今天买落雨，你要信无？啊，对我来讲，这支是牛二两的无骨鸡腿，用上大只的鸡腿，无真空的吼、哦。我知会做坏事的。无啊，这支好好食，这支做坏事。大家十月来到会讲这支，啊，你拄仔其中一个讲这支好食，啊，这你相信我，好嘛？来，你听我讲，这支叫牛二两的真空鸡腿，大只的鸡腿，哈、哦，这个笑到安尼，伊迄就是中个规只鸡腿。刀啊留咧，啊甲骨头规个厝起来，啊甲你带死，吼、哦！啊，即话讲，即支吼，你食看卖，若无好食，你起来用我，吼、哦！今仔要食鸡腿大鸡哦，即支是比你第一支200块都溜大鸡哦。我来讲，大鸡有大鸡的行情，小鸡有小鸡的行情，要食即支大鸡的卖500、300，好我了。哎，300。
就两个人聊的，先起嘴嘛，三百公。这大机啊，这大机啊，拢爱带增光。哎，冷气。这甲你增光是合法行为呢，这甲你增光是讲要你保鲜呢，要你卫生的问题呢。三百元的增光。哎，冷气啊。这两个人绝对有三百。哎，三百哦。这个绝对恁大家吃看卖哦。我就顶礼拜开始拢炸这个鸡腿啊，大家拢学咧，真的啊！我全部招招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落啦，我一只加两支落去啊，这十支只大支拢无做落，这两支落去啊，卖加一支啊，一个加两支啊，我无来化火化，四把拢做唔得啦，屁股带死啊，三百了，三百块而已啊，这个而已，我都卖啦，我喺另外做好啦，不要骂我啦。再过你啊！来你几个？我三个啊！好对过，安尼拢无啊，拢也袂歹。三个啊，对啊好啊，这两支本钱，我再加两支，全部六支啊，唔免五百，三百了。我嘛三个啊！再来讲，你搞咩三百？来，我再加两支三个，再过你三个。来，你搞咩三百？来，这两支搁三个，三百，超欢喜。来，来这两支搁三百了，有啊。我四个，我一个哦。来，这两支搁三百了。好了，好来，这两支都上，来沙发了，几多了？哎呀，不止了。来，这里再个几多呀？龙虎啊，最好这个沙发了。来三百呀，来钱的哈，我换了。你要装逼啊？来七百，一千的。哇，来三百，好了，来一样个，你装逼，一样个，我变了，我变了。我听人讲哦，我这里个客家人，我来讲啊，我来带出来这个东西，来，两种人家你卖给钱好不好啦？啊，一种啊爱充钱的啦，第二种爱食肉丁的啦哈，这只叫花青野生的，你去查看这只拢野生，野生花生几只无难，无难无刺。当然最强的，阿拉口拢无人。我来报告，这只当然两种料理啊，无第三种啊。烧韩青粉、烧米酒、烧盐为真。第二你敢用吹泡泡机油啊？餐厅一只吹起来三百几块，安尼是只，你免怀疑吼啦。而且我讲你听，你今日食这只鱼啊，人家我无你开一千、开八百、开六百，拢做唔免咯。五百省点，一个人要上三百块了。来三百了。有人要食这野生的花椒，大只了只粗啊，三百块了。个人要食花椒无？来三百了。有人要吃野生花菜无？来，谁拿来的？哦，还大鱼啊！来，大来，三宝，人要吃哦，野生花菜。来，三宝。啊，这来讲哦，这只鱼恁吃看卖，规尾拢无刺，好啊，无难啊。啊，这个真的有肉筋哦，吃了比肉筋还好吃啊。三宝，有人要无？三宝。来，三宝呀！我这尾无咩啊，全部拢大只啊！我咪炒细只啦，这大只炒细只，我拢炒大只。我这只够你，你只够你。我等于一杯吼卖恁一百块了，吼，啊我全部招二十六个人家都先给钱，你搞八三百，来，三百，我只卖要送你啊，我只卖要你金夹啊嘞，来三百，你来无三百，这个，三百，夹着嘞，这大只你家，这只过来，这只过来，你坐地过来三百，来三百，来过来，咱就花仓嘞无三百，花青，你一个人啊，一个人啊，时间真少啊，三百够要来无，拢有啊吼。来，我带啥物下当去着？到站。你这个顶拐进来咯，你这小顶拐进来。追加。来，你先去个，不行。哎、欸，大哥，你追加在啥物口味嘞？五百。好，来，我来介绍。咱高丽菜。高丽菜，拢高丽菜拢无下来。啊，你韭菜。有。韭菜，哦，你先把它准备一边啊是，哇，你是牛肉要六包还是各三包？各三包好来。我无爱保你咯，我抓住我。你抓住我。我无爱念嘛吼。来是，你起来，我给你念，不要你起来，好不好？水饺干锅有咩啊？这牛肉水饺一包四十粒，免三百五包，一包咧。一包。牛肉水饺。加。这两只牛排水饺无？加，过来。我这个两包，这个两包，够两包三百没问题。我只包你两包。够了，我搞个人车。你们是五百吗？你把那个包五百。这过程我的 I 五百四十个。你搞那五百是不？韭菜，那五百。你搞什么？大家来一包五百呀！你煮菜是五百。
有吧？这个是包还是两包？菇菜，菇吧，菇吧，菇菜，菇菜，新来菇菜。大大还是六八？大大我未收诶。几啊大是六八？但迄个过两下哦，我大大咯。来，咱头先我先头先先处理者。但你菜两个月我就头先。菜两个月 OK。来，有两个是萝卜糕咯。这个水饺子，萝卜糕要吃，每一千两百八，五百两。来，五百啊！一百两百三百，来四百，叫你帮我收着啦。我来个五百，你收一个，收啦。你帮我先，你好，两个我存了我用。哎，菜两个存你三百，我无百号，两个水饺，百号。我要水饺，水饺我来请我，我两日要带。来，来。哎，这多少了？对，那个。来，那个最后这三包八号了，咩啊？无，这个菜头粿拢无啊，只是三包。八号了，拢有啊。七块哦。来，来这个薯条啦，这是，这是卖过啊，这里无啊，你过去睇下怎样，我寄过你，寄过你去整样啊。啊，薯条拢无啊。少的。三包，无。啊，价钱多少？三百，好，来多三百，够血管肉，谢谢，收啦，谢谢。然后两边就这血管肉无，这大面，这一个炒飞机，炒飞面，炒白菜啦，这香个就大包啦，这一包哦，两包，唔免同你开五包，开四包，爱食三包。三包，血管肉，来一个，我一包够你，这香个两个大鸡啊，这两个炒过的菜做好食，一包够你，一包够你，一包够来三包。你来搞买三包啊，我一包够吃嘞。一包够你，我这大包你不用赔，你还有四包包装，赶快三包够两下来吧。来，姐，三包啊！我招姐姐好不好？